还挖这个丛林桩啊，是一个连起来，准备给它分开，分成三颗啊，这里锯断，这里锯断成为一颗，这里锯断成为一颗啊，这里的话就连起来，可以分成四颗吗？四颗都可以啊，分成四颗。这里把它锯断，分开啊，一颗一颗的分开。这里是锯断了，开始给它锯好枝条。现在这个枝条非常非常高啊，高度的话超过了啊四五米啊高度。现在的话就只留了一米多高，锯好了是这样子的。高度啊，留了高度，上面的枝条全部不要了，对，一定关键啊。开始开挖啊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大桩，很大的粗的根。分开来，分开成三颗，这两颗是光杆桩，双杆的，啊，漂亮漂亮，三颗都是粗的，这两个双杆分开了，分成两颗啊，这个，哎，因为太大了不好种，所以上就给它分开了，分成两个。两颗啊，先把它分开来啊，这颗也是漂亮，这是非常粗的泥球，这个也是大的泥球。